蓝图呢？第五段，第五 段我们听听看。所有时的期待，我的要解。蓝图，你怎么可以做到一边跳舞一边唱歌还不喘？实战经验吧，经常就是锻炼，经常锻炼身体锻炼。哦，好的，所以要唱好歌，身体素质很重要。对，来吧，分数是二十。哇，这是我们抽样的选手当中分数最高的了吧？21分哎。对对对，可能还有更高的哦。刘彩，接下来不管3721，随便选一段。好的。第三段。第三段，听听看。第八段。等。可以重来吗？可以 ，Mr. Mike 可以重来吗？我选第一段，那个姐妹们，姐妹们说第一段，对，但是你觉得第三段？对，我跟大部队同意。好的好的，要不就挑第四段吧，因为 Mr. Mike 他一旦认定一段的话，要他改变主意真的很难。不过其实也差不多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第三段，怕行，选第三段，可以吗？第三段可以。好的，来我们听听看。阳下没了倩影，蓝蓝色的奇迹。声音稍微小了一点，是你刚刚的担忧其实是有道理的。Miss Mike 分数是11，哎哎，但有进步啊。对，其实那段还要高一些。我听我兄弟们的，兄弟第八段，第八段，第八段，听一下第八段。好，第八段。无光的沙漏被我在旋转跳跃，这是跳的最厉害的一段。对啊，对，动作比较大，没错，对对对，但是节奏还是在的。蓝图这一局如果能够获胜的话呢，两分的加分权就属于龙队了。 Miss Mike 恭喜龙队，恭喜我们。同时还有一样，好，我们看看平均分，刘泰11分，蓝图17分，哇，绝对优势，谢谢刘泰。好的，我们会有一个纪念品要送给我们的蓝图。这么喜欢唱歌的话，有价值500的欢唱券以及价值500的商场购物卡都送给你了，谢谢，谢谢蓝图，谢谢，下次舞动奇迹也要来啊。好的，继续加油。接下来我们要再次请出我们的包尔干和我们的金石两位，到你们了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包尔干和金石今晚可能获得的奖品。容易的是创维酷开数码礼包，中等难度创维酷开 PP 多媒体娱乐电视，最难的是巴厘岛双人游。